嗨，大家好，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驱邪图、其实呢，这个是根据你八字的一个用神来讲的话，你八字的用神假设呢是需要图的，那我会建议呢、一般的那种玉佩、具有披那种辟邪的一种效果、或者是呢你可以戴粗眼、粗眼其实也有辟邪的一个效果、那你就是用一个夹链袋把粗眼放在里面自己戴在身上那来说的话这个土这个粗盐还有呢你所看见的什么玉佩翡翠这一些呢它都是具有土性啊，它都有辟邪的效果，对于八字要土的人这是非常非常好用的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大家下次有缘再见，拜拜。